开台啦，开台啦，九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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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画面有冇问题啊？吓吓 ，OK 啊吓，听广告啊吓，睇完未啊 ？Over over over，OK 啊？又系咩？又话咩？咪声好正又冇理由啊，冇分别系嘛？应该吓 ？OK 啊？可以啊？咁啊，就有几样嘢可以讲嘅。咁首先就系、是，如果你有睇咧，就 Facebook 喺啦，关 TV 嘅 Facebook 咧，就上星期五啊出咗一条片嘅。就是一个是吉列剃须刀的广告，你有冇睇啊？如果有睇呢就好荣幸嘅，今次呢就同呢个香港嘅足球先生，係三届嘅足球先生啊，李健和呢就一齐拍嘅。咁啊，一阵再讲啦，呢个又好多好多有趣嘢我哋再讲下分享下，等人多啲我哋再慢慢同你讲下。拍摄过程中，我哋都有谈论好多有关足球嘅嘢，即系我哋有讨论足球啊、球技啊、扭波啊，好多好多嘢讲吓。你点睇？又话你有冇问和仔有关发型心得？呢、這个一阵我再同你倾呢一样嘢。咁啊，之后就哇，系先讲一样嘢先。啱啱食饭嘅时候咧，我睇嗰个超市翁男神。咁超市翁男神咧，就有一度咧，佢就话咩？佢哋咪穿越喺明朝穿越嚟现代，跟住咧就穿越咗过嚟啦。之后咧，佢就话咩要揾，佢话咩要斩杀咩魏忠贤。之后总之就话咩，仲有话要，跟住又话唔知，总之就系话仲要揾咩太子妃，系嘛？话要翻翻去古代，总之佢话要改写历史啊，就系话要斩杀魏忠贤，跟住就改写历史，类似系咁样啊，类似就系咁样讲啦。咁咧就我话俾你听咧，就系、是、有问题嘅呢件事系有 bug 屎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啊，呢一个桥段系有问题白痴啊。我点解咁讲咧？就系、是、第一。就是如果佢穿越到嚟现代，佢已经知道明朝嗰个历史啊，佢睇书，佢哋最关心，即系佢哋身为咩明朝众臣，就最关心就系明朝嗰啲历史啊，咁点会唔知？点会唔去查咪唔知？第一时间都去问一下啦，话咩事啊？明朝睇下书，明朝点解灭亡啊？点解啊？咩原因啊？咁明朝真正灭亡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是、好明显就系、是。我话话俾你听，我话系时候讲故事，就系、是、有几个重要原因嘅。第一就系嗰个咩李自成怼到入去啦，闯王李自成。第二就系吴三桂咩放清兵入关。咁啊呢两个咧，先至系一个明朝即系灭亡嘅最重要嘅吓、啊、致命原因。你话咩杀魏忠贤咧？杀完咧系即系事实上佢系真系锯咗魏忠贤，系都系俾人锯咗。但系系即系历史上佢系死咗，但系冇即系明朝即系冇因为因为魏忠贤死咗而可以振兴到啊，或者点样可以扭转乾坤？真正要锯就应该锯锯啱啱我讲嘅，一系又可能李自成要锯，第二啊最重要就系吴三桂。就一定要必定要怼冧噶啦呢两个，咁啊佢讲呢啲嘢咧就好明显就唔系一个即系冇谂到呢、這、一个冇读历史书咯，就系、是、穿越咗过嚟，根本啊冇关心到明朝系有乜，那个剧情系有 bug 屎，即系佢杀咗两个无关痛痒咩魏忠贤系冇用，系废啊！佢杀完都系对呢个历史系改变唔到咯，就系冇用冇意思嘅嘢咯，就系咁。同埋话俾你听啊，成套戏如果佢明朝袁崇焕咧，最重要嗰个对白都应该要讲啦。你哋都知袁崇焕最中意讲有一个经典对白，打仗嘅时候佢就会讲咩 Hi Auntie 咩顶硬上。佢有个石像，唔知大陆都成日喺度日，即系嗰啲图啊，喺网上边成日喺度传噶啦。就是、袁崇焕有个像，
即下低就寫俾 Hi Auntie 頂硬上。就起碼都係要講呢一句啦，就算你唔即係唔出得街都要去講下咩頂硬上呢啲呀。咩大海無量就肯定唔係成日講嘅。佢肯定就唔係講呢啲，袁崇煥就應該成日講 Hi Auntie。佢係應該講呢句呀，啱啱。所以我就話嗰個編劇呢就係未夠好，未夠捉到嗰個做夠嗰個功課，歷史嗰個功課囉。就可以寫好，其實可以好有趣，呢個穿越呢係可以寫得好有趣嘅，但係就即係呢個 idea 係 ok， 但係佢就有啲嘢整得唔好囉，即係呢啲細位呀冇講好多，係咪？如果我啱啱都講，如果你袁崇煥係咁講呢句嘢，嗰啲人都會咦係喎，即係一開頭啲人唔知喎，嘩乜乜明朝嘅将军会讲呢啲，跟住查翻原来系真嘅，咁啲人就会觉得好笑，啊，咁你又会觉得有趣，啊，咁啊佢呢条又冇做到好嘅功课啊，你就咁讲顶硬上后，即系后面嗰三只字，你唔讲 Hi Auntie， 你就咁讲顶硬上，咁都好都 OK， 你都起码系跟翻嗰个历史，咁都有啲根据，都好都有趣啊，系嘛？呢啲又系要。跟呢啲啊，應該要跟翻足咯。同埋我話俾你，仲有一個問題，袁崇煥咧，即係如果穿越到嚟現代，係咪會真係幫翻明朝都係另一，即係都係一個後話？點解？因為袁崇煥後來係俾人凌，係俾崇祯皇帝凌遲，即係逐忽逐忽肉咁片落去，片就死。咁你話佢會唔會仲係咁忠心呢？如果佢知道，哇！佢咩话？不原来之后我系会俾人咁样逐忽肉咁片死噶，咁我系咪会即系真系咁乖仔呢？又系一个后话咯，啱唔啱？吓，你点睇？系啊，咪凌迟嗰阵时啲百姓仲食佢啲肉，咁即系如果要讲袁崇煥咧，其实有好多嘢讲，有啲人话袁崇煥咧其实系有呢个通番嘅嫌疑啊。咩为之通翻就系佢同嗰个满清嘅，即系塔子，即系嗰啲金人咧，系有个勾结喺度嘅。咁有几个疑点嘅，呢啲即系未确定啊。即系有啲人系咁样怀疑嘅，例如系咩咧？就有一次咧，就唔知啲大即系满清人咧，就大军压境打到去北京噶啦，已经系吓。跟住咩袁崇煥就唔去即係唔去支持，就唔去出營啊定點嘅，就係都要話咩攞北京城嚟守啊之類。開埋呢個自由球先啊。好、哦。我話咩呢一個自由球其中一個問題之處呢，就係佢呢個人呢係有強迫症，就一定要企喺啲白界線入面。佢有時係系唔知点解咁傻猪，哇！唉，俾人顶到手近住，唔系有机会呢一下真系。咁啊，啱啱又讲咯，有啲人系有传过话袁崇煥系有通番嘅嫌疑啊。咁啊，最后崇祯啊嬲得滞，系怼死咗佢。咁啊，哇！可惜啊，争少少。咁所以就呢一个就系、是，即系你唔好谂住。又系嗰句啦，你而家读嗰啲中国历史咧，即系中学教你 DSE 嗰啲，就系话咩？点解明朝灭亡啊？就一定系会同你讲啊咩杀咗袁崇煥噶啦，唔使问嘅，就其中一个原因一定系咁样嘅，就话咩杀袁崇煥之类嗰啲啊，佢就会一开头话咩袁崇煥好劲，试过打死个咩老尔虾赤定乜鬼嘢，系啊咩攞炮。一炮打到老二蝦赤瓜柴嗰啲啊，佢啊通常會講呢啲，但係好多細節位啊唔會同你講得超清楚啊。哦、啊，自己射啊！哇，呢下子射啊！係有啲人有咁講過，點解袁崇煥會寫到好啊？係咩滿清人啊？即係改呢啲歷史啊？有好多呢啲。例子啊，即係其中有一樣嘢又係咩岳飛，我之前都有提過啦，即係話咩滿清人，即係點解後世人會係咁講咩岳飛啊、讚啊，甚至乎關羽呢啲都係同民族有關係嘅，即係佢話點解會後來會係咁讚關羽呢個人呢？咁樣又係有好多呢啲政治啊、
民族背景喺入边嘅，都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咯，吓、啊。所以就系呢啲又系咁样。咁总言之咧，就系、是、想讲话呢一套嘢咧，就系、是、有个 idea， 但系有啲嘢咧就系、是、可以再整得好少少嘅，再整得细啲又会有趣啲啊！吓、啊，系、哎、好，我识噶。其实如果我话俾你听啊，嗰啲咩大学士嚟到香港咧，我话俾你听，肯定系冇用嘅。咩左光斗嚟到人哋啊，就系、是、会俾人话咩文科仔识啲咩啊？文科仔话知你写啲古文写咗几精炼嘅，跟住佢喺度言谈人哋应该系咁样，哇！你啲文笔点解中文水平咁差嘅？我咁甩咔甩甩咔咔。之后佢写咧就好短啊，写啲对联啊，写啲诗出嚟对答人，跟住人哋唔识听，即系话佢低能仔咁样，咁样先至系现实咯。我就觉得系啊，应该系咁样讲。每次打啲信啊，打 email 啊，或者点样啊，应该系有呢啲咁样嘅情节，咁先至会觉得系有穿越感啊。其实呢套戏嘅穿越感唔系好足嘅，你嗰三个人。嗰三个咩袁崇焕、左光斗同嗰个太监穿越过嚟，你唔会觉得佢哋系古代人？即系你睇翻以前九五至尊你又会觉得江华又会有嗰个古代人嗰个特征喺度嘅，即系嗰个性格特征。咁呢几个咧，就嗰个剧情塑造出嚟咧，就唔会觉得佢哋好有古代人 feel 啊，似啲乡下佬咯，啲咯就系咪大乡里出醒？就唔係嗰個，同埋個智能係有啲低嘅，就唔係唔似係一個，即係因為佢哋係做到你諗下袁崇焕將軍，因為左光斗大學士就肯定係叻仔啦，先可以做到咁。但係你睇得出嚟，好似傻傻地咁樣，就爭咁啲咯，即係唔係古代人，即係佢唔係唔適應，係傻，你又會有一種咁嘅 feel 嚇，係先？好嚟啊！九五至尊几好睇啊，系啊，重播翻，如果佢夜晚重播嘅话，你又会觉得高，可能你又会觉得高下立见。你睇翻咩李大啊，哈，嗰啲你又会觉得系咁样咯，吓、啊，好，嚟啊，系咪自己照啊？我又系俾我照嘅，俾我试。What？ 超级宇宙啊！哇，省中人啊，可惜啊，差少少。咁啊，就系、是、咁样咯。呢一套剧啊，争咁啲咯。咁啊，之后仲有一单新闻可以讲嘅。其中一单新闻咧，就系、是、我一开头咧睇落去咧都唔知噏乜嘅。佢就话咧，而家咧就海滩上咧有好多嘢就叫做咩中女咩中女游资。哈、啊、哈，咁啊开头啊咩叫中女游资咩嚟啊？中女咧就唔系讲紧即系中年妇女啊，中女咧就系只系嗰啲橄榄树啊，中女吓、啊、中女树啊嗰啲咁样吓，咁、啊、咧就靓啊，哎可惜啊，俾人睇穿咗啊，咁咧就原来简称系咩咧？就系油污。咁我就唔知点解佢啊突然间用呢啲咁复杂嘅字眼啦，平时就系咩油污，就系话咩今日咧就系讲话唔知大陆有只船，咁咧就咩泄漏，咁啊泄漏嗰啲油，咁咧就影响好多海滩嘅，香港好多海滩咧就而家咧会见到咧白色一笪笪一撇撇好核突，嗰啲鼻涕啊，嗰啲以前嗰啲核突胶嗰啲玩具嗰啲咧，黐立立一劈嘢嗰啲咁样，好似鼻屎嗰啲咁样。咁咧就影响好多海滩嘅。而家就当然系唔适宜游水噶啦。你一游落去就肯定系沾到极都哇，攞翻嚟极度污糟噶啦。呢啲咁样嘅嘢吓。咁啊佢又冇讲话只船点解漏啦。不过系成日间唔时就会有呢啲咁嘅。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有時就係會見到呢啲咩有時啲船啊，外國都成日有嘅，咩油嗰啲 oil tanker， 即係油即係運油船啊，
好容易咩咩唔小心啊撞到啊，咁啊石嗰啲石油啊流晒成个大海啊，跟住啲企鹅你会见到啊，即系沾满晒啲油啊，好影响佢啊，会整死佢哋啊，系会系致命噶。你唔好谂住话油啫，啊掂到唔会死嘅，啊咁啊系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同埋有时有啲化学原料嘅，唔单止系净系油啊嗰啲咁样啦。今日咧，本港好多海滩咧都系咁噶啦，咁所以即使系近排天好热咧，如果你真系要去海滩游水嘅话咧，你就要小心啲噶啦，吓、啊，即系可能去泳池游啊，好过去海滩。我谂即系佢成即系喺大海度咁样流过嚟，应该都系麻烦噶啦，即系唔会话边个海滩系干净啲啊，或者点咯，应该就系成嚿都系。舐晒嘢咁样咯，咁至于点解用呢个咩咩叫棕榈油脂，你听起上嚟咧，你会唔会觉得好似好天然咁啊？喂，棕榈树啊，成日都有啲咩棕榈油啊嗰啲咁样，喂呢啲嘢有啲化妆品啊、洗头水都用喎、啊，咩系嘛？好似 OK 吓、啊，听起上嚟好天然啊，你会觉得好 natural， 你话咦冇事啊，咁啊照油啊，其实根本就系油污。报纸系咁写咩？简称油污咁，我话咁你咪写油污咯。讲咩棕榈油脂？你应该系标题写油污。之后佢话咧，咁其实系一种化学原料咧，就叫棕榈油脂，咁先啱啊。你嘅标题啊，正常系应该俾人易明，但系佢唔知乜今日咧就系、是、全线嘅新闻咧，都系用呢个咩棕榈油脂咁样咯。是不是有啲咩目的呢？咁啊，大家自己啊谂谂啦，吓、啊？点解我戴定头盔先？我都唔知道，吓、啊？又系咩？又系隐瞒咗几耐？唔知喎、啊。我唔知道，我都系喺食饭嘅时候睇嗰个新闻提要，跟住先至醒起晏昼仲喺度食鱼，跟住惊咗，即刻心谂大镬。即系话哇呢排都唔好食咩海产咯、啊、之类，即系万一即系你都即系喺大陆个都系成个海域污染噶啦，即系你肯定系啲鱼又系濑咗嘢，系嘛？你鱼沾咗油污，你知唔知油唔系攞水咁易洗得甩嘅？即系好似你点解我哋要有洗洁精？就系、是、你只碟有油，你就要用洗洁精。咁除非你啲鱼啊，你啲贝壳啊海产系攞洗洁。蒸嚟洗咧，就可能会有机会大，同埋有你生物系有机会索咗落去啊，嗰啲嘢吸收咗，同埋攞洗洁精洗完，你都唔够姜食噶啦，大佬咁黐线，所以话咧就大家就小心啲噶啦吓。好嚟啦，有冇人知道用洗洁精洗鱼啊？千祈唔好啊，呢啲啊，千万万万不可啊，呢啲事情话俾你听。哦，哎呀，呢下铲落去铲歪咗啊！佢仲有啊！好，呢下睇下点啦，要唔要推上去？可惜啊，呢下想快比啊！好，师爷姐再比上嚟嘅时候啊，有机会啊！哎，自己跌低，近住位线落去，可惜啊！呀，不嬲唔食鱼咩？照食啦，成日黐线。有时你都要避一避啊！有时你唔好谂住啊，话咁即系完全就唔理啊，或者点样？就系、是、有时你即系危险关头，你食呢啲嘢好大镬噶啊！好点啊？想开个短角球啊？定点啊？哎呀！可惜啊，线后嘅时候冇办法线到俾队友啊！仲有啊，87分钟呢下会唔会远射敌机啊？弹落去边路嘅时候，再斩落去，近住位撞落去靓啊！哎呀，我食过洗洁精，我食过一次我有讲过咯，就所以我就劝大家唔好食咯，劲咸嘅。就系我话俾你点解咧？有你哋系记性好嘅，有一次咧就系咁嘅，就唔知屋企人唔知边个黐线屋企人，我唔记得个边个。佢咧洗即系咧就攞洗碟，洗完嗰啲碟咧就。攞洗洁精抹完咧就唔过水，唔知摆喺度做乜，就精神病就摆喺架行开咗。跟住咧之后咧就到我屋企人啊煮嘢食，咁啊煮完就见到，咦？哎呢只碟会几干净喎，因为抹甩
同埋擺喺度，可能啲洗潔精即係乾咗定點樣揮發咗定點樣啦，就見唔到啊！咁啊，有啲嗰啲污跡就捽甩曬，跟住咧就攞嗰只碟咧又不送，跟住食嘅時候我就食落去，哇咁鹹嘅咩事？咁我兜嘢啊，差唔多已經食曬嘅時候，我一路問：喂，點解啊？點解咁鹹嘅咩事？講緊佢話冇落鹽喎，咩都冇咁奇怪。佢啲肉本身咁鹹嘅咩？係咪哇？係咪買咗啲咩味精肉啊？咪有啲咩黑心肉？啊唔係，跟住之後再問，跟住咧就啲屋企人啊入去廚房調查嘅時候就發現，誒點解啲碟唔見咗嘅？啊發現咗原來就係攞嗰啲咩洗潔精嘅碟嚟畢嚇。你點睇？洗潔精係苦啊，唔係肯定係鹹。我話俾你，我因為我食過啊，就一定畢生難忘。就我又话俾你听系咸嘅，哇！有冇黐线啲啊？咁样就入系咪癫啊？吓、啊？咁样直接嚟啦，冲埋，哇！劲远左脚咁样做埋一脚 ，I have money。哦，呢下又嚟啊！成龙你自己都嚟一球，诶嚟啦，系咪呢个位？自己想就射，可惜啊，省中咗迪基啊，如果唔系有机会啊。咁啊，总之就系劲咸啦，你又要留意啊，一定唔系苦啊。咸到黐線嘅，所以如果有一次，如果你食到啲嘢好鹹咧，你出去食嘢或者屋企食嘢，你發現鹹到係嗰個係出乎意料嘅，啊！而且屋企人同你講冇咩落鹽都係咁鹹咧，你就有可能小心啲咯，啊！有啲人食洗潔精自殺嘅，你知唔知啊？啊！但我食完就冇事咯，好彩，可能份量唔係好多啦。我都好惊，你知唔知道？吓、啊，又话咩？有阿妈试过攞七喜樽嚟装洗洁精，结果饮过啊吓，见到都觉得得人惊啊，是吧？你饮一啖，你又会知啊。但我食嘢唔知食嘅系成碟啊，吓、啊、吓、啊，以身试道，系啊。你话试过食洗衣粉唔系啊？点解啊？点解用洗啲边吓？点解你要咁样做？咩有抗體啊？係嘛？你條脷壞咗，我一食點會壞咗啊？就係食到勁鹹，就係咁樣啊！啊，黐線咩？屋企冇鹽，可唔可以落洗潔精調味？黐線，千祈啊唔得，會影響你身體啊，大佬啊，即死啊！話俾你聽，總之啊，千祈唔好擺落口啦！呢啲嘢就係冇可能嘅事啊！啊！我哋讲下啱啱讲咗几单新闻啦，我哋讲下我同李健和拍呢一个吉列剃须刀嘅过程啦。咁啊，跟住睇到剃须刀咧，其中一开头咧，如果你有睇咧，其中一幕咧就系、是、用嗰啲即系你会见到喺嗰个厕所度拍摄嘅，即系喺个更衣室嗰度。嗰、那個廁所咧就唔知點解好臭啊！成場啊，嗰陣時就最多人討論咧，就係有啲人話咩點解好臭啊？有啲工作人員，有啲工作人員咧就要即係嗰啲燈光師啊、收音師咧就踎到好近嘅尿兜，跟住佢話咩好難頂，頂唔順咩超臭，啊臭到癲啊！而家好焗嘅嗰個位係又臭又焗，冇流通唔到嗰啲空氣就係超臭啦嗰啲。就係、是、我早排講咩尿壓味啊，好重嘅，就係、是、唔知點解係勁騷臭，跟住咧就最難頂就係嗰一幕拍喺嗰個更衣室期間嗰度，就係、是、我就覺得係最深刻印象其中一 part 咧，就係嗰個尿味極重啊！又係咩屙完冇沖水嗰啲唔係喎，嗰啲冇得沖水喎，即係嗰啲公廁，如果你有睇咧，就係嗰啲有個鐵嗰啲不鏽鋼咧，就自己會有啲水咧就啡落去，自己淋落去，之後咧就有個收音師唔小心懟咗個麥落去嗰個尿兜喎，嗰啲啱啱嗰啲水簾筒話會自動淋水，之後跟住其實即刻喺度勁心痛啦，喊話哇 hi 嗰咩 hi auntie。之后咧，其他工作人员喺度笑啊！佢咩？佢喺度洗，佢攞尿兜啲水洗紧支泵咪。佢哋通常叫嗰支咪就叫咩泵咪。
佢攞尿兜啊，边个边个唔知咩朋友收音师，话咩收音师准备好未？导演啦系嘛，收音师准备好未？之后个尾啊，导演佢攞紧尿兜啲水咩洗紧支泵咪，即系成场人喺度笑咩，哈哈哈哈哈！但系佢劲惨，我觉得佢难过，即系肯定系以后佢揸上去就肯定系极度唔舒服，佢呢一世都会记住嗰、那个嗰支咪就会沾到尿。即系有可能影响佢嘅工作啊，因为佢要举咪啊，又唔够胆揸某啲位啊，或者点样，之后我都对戥佢超难过咯，就系咁样。咁咧就今次咧就拍咧就有一段时间，导演咧就咧真系佢就话咩好。佢話拍之前，佢話而家佢話咩隨便你哋真係鬥一場，佢話鬥一段仔先，佢話鬥一段仔波，佢話你哋真踢咁樣啦當。之後跟住就佢話咩我會隨便拍㗎啦咁樣，跟住佢話咩照道理，佢話咩你哋一定唔會，因為對面除咗李健和香港足球先生之外，仲有其他都係代表都係港隊嘅隊伍嚟嘅職業球員啊，港超聯嘅職業球員。咁啊，於是就話：哦，好啊，好啊，咁啊，即刻嚟啦！咁樣就即刻真係開波，跟住咧就踢咗三分鐘，之後我就射咗一球波嘅，就即刻射咗一球噶啦。跟住就跟住導演即刻嗌卡，之後我話咩事幹？之後佢話：哇，佢話冇諗到，佢話咩你哋都咁勁嘅，佢話咩大哥隊，佢話咩大哥你咁勁嘅，佢話真係有得踢下喎。我話我哋要有啲戲劇效果，唔係要呢啲真係比賽。之後就即刻 cut。佢话我似乎呢个拍法唔得啦，佢话 cut， 佢话 cut shot， 佢话唔系要龙争虎斗嘅，即系我哋要跟翻剧本嘅，佢话 cut， 跟住就由头嚟过，佢话啱啱嗰啲 shot 都唔要得噶啦，因为我系、即系佢哋都你见我都话，咦佢 OK 喎，但系佢有踢开波啊，咁样，跟住我话系啊系啊，即系因为又系有我系有扭过波啊，传过波，射过波，咩都有齐晒嘅。咁啊，跟住所以佢哋都，哎，佢 O K 喎，咁啊，所以咧就嗰度就耽誤咗進度嘅，因為我哋踢嗰一陣就真係唔用得嘅，因為係同個劇本係有啲，因為劇本係要我要先係要有啲劣勢，咁啊後邊啊再有啲劇情咁樣改變，佢話唔得喎，而家係勢均力敵五五波，咁啊有預期有出入，跟住咧就要由頭嚟過啊。慈善啊，咩 FF 到癫咧？在场你问翻导演，你自己问翻工作人员啊吓，李健和足球先生都有假啊，都会讲大话 short 嘅。你自己问翻大把，全部人都系咁讲啦，大佬啱唔啱啊？咁啊，系今次就唔系一踢过啦，因为今次就多咗，因为呢个 short 唔用得嘅，就冇办法系半踢搞掂嘅，因为。导演自己预算都估唔到，即系冇谂到系咁样咯。咁啊之后咧就拍摄啦，之后其实咧拍咧再即系今次咧我哋踢咧我同和仔咧都系有一个感觉嘅，就系呢啲室内场咧就同平时踢开嗰啲波咧有啲唔同嘅，嗰啲地同埋咧就系冷气好鬼劲，我哋觉得嗰个室内场我全部踢，即系就算系讲职业球员都话好冻。佢哋话冻到黐线，佢话一唔喐，佢话个身都超冻啊！即刻出翻去墙边，系冻到好似雪柜咁样咯，就系劲冰冷吓。跟住就即刻要出去唞唞，即系就算系职业球员都系会觉得咁样。咁啊，同埋李健和嗰个身形咧都系 keep 得超好嘅。你见到佢而家即系虽然唔系即系比赛落场啊，但系佢都系好 fit 嘅。你一睇落去佢身形咧，就系 keep 得好好啊，定点？之后我有问过佢话咩平以前咩踢波要咩一个礼拜操几多课，佢话咩操唔知咩十堂，如果冇记错啊十堂，跟住每堂就唔知咩咩，每堂系一粒钟定两粒钟咁上下啦，就一个礼拜就操十堂嘅，就佢话咩好辛苦噶，佢话踢波。之后佢就话咩喂咩你佢话咩大哥你唔好踢职业啦，佢话咩玩下就好，佢话玩下，佢话落街场踢下乐趣多多，佢话咩踢职业好辛苦噶，佢话咁样讲啊，系同埋佢嘅功架喺度啊，你一见到你即刻落场，你就见到咧佢扭波啊传波啊都系超犀利啦。
同埋咧，佢射波嗰啲咧就好准嘅，即系港超联唔止系李健和，其他队员咧就系佢咩系要求佢哋咩球球中，佢你可唔可以球球中柱？佢话得，诶，佢就差唔多系九成九就掟落去近柱就喺就话掟柱，就系掟柱，就响多多话左上角就左上角，嗰个教练就话你可唔可以射呢个位啊？咁样啊，唔系 ，sorry， 唔系教练啊，个导演，个导演就话可唔可以射呢个位啊？咁样。之后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就好快跟到咯，就真系得嘅，吓、啊。有人话咩咩，其实唔难啊，你自己试下射啊。我射嘅话，就可能都会有啲难度，点会系其实唔难呢、啊？而唔系企喺度射、啊，你以为劲射狗公架啊？系要扭完波，有指定动作要佢做完。先至可以即系嗱，我呢个先行，佢会有个导演会要求嗱，你呢个扭过边个，跟住行咗之后再吸翻，又去到禁区边啦，喺呢个位射，吓、啊、我话多一秒多一步，吓嗰啲咩对焦都唔同，就系咁啊，佢哋系可以做到啦，咁啊好犀利啊，系、啊、飞扑个龙门咧，其实就唔系本即系本身就唔系打龙，就系唔知道系踢开中场定后卫，好似中场。之后佢就都系照样飞扑咯，系 O K。之后我问佢点解你，佢话你都 O K。佢话咩有时咩落街场踢，佢话咩细个都系咁噶啦。佢话咧就得闲就咩做下笼啊，咁样都系轮流踢，咁咪会识飞扑嗰啲咁样咯。佢老婆啦，超劲嘅。同埋之后有问过佢足球嗰啲嘢，佢哋又好容易受伤。其中我话球球射中嗰啲门柱啊，嗰、那个咧就系打前锋，佢咧就系成日咩断十字韧带，佢咩断咗好麻烦，佢一断咗咧就好易，即系好易又断啊，就系咁啊，会成日膝头痛，即系做呢啲运动员咧就好辛苦嘅，佢就咩有时就系、是，佢有时咩你咩热身运动一唔做好啲咧就好容易濑嘢，佢话尤其是佢哋踢职业嗰啲咧就系超高强度。即系佢一落场，佢系咩？尤其是后备上场，佢系咩？你即系如果本身正选上场啦，你踢咧就佢话都冇咁易受伤。佢后备上嚟，通常要你咩扭转赛果啊，或者有啲咩变。佢一嚟一落去咧，你诶要即刻要适应嘅节奏，佢话你都冇办法话我慢慢加强速度或者点啊，即刻喺度狂爆咧就劲容易受伤。即系佢话咩铲断咗一次嗰啲韧带咧，又一嚟好翻又要好劲耐啦。二嚟咧就係、是、啊，又好容易傷咯，所以佢話咩？佢話咩？你見到有時嗰啲咩球員咩玻璃腳啊，即係你成日睇嗰啲職業球員，好似咩華美倫嗰啲，成日咪成日咩受傷，咩一好翻一打友誼賽又受傷，就係、是、咁樣咯，就係好陰功啊，就係有呢啲嚇。又係咩？咩我到而家都未試過受傷喎，到而家嚇。啊呀咩华美伦系啊又伤咗啊最近又伤咗喺巴咩巴咩又对一场咩友谊赛啊即系唔知唞咗几多年啊巴塞买咗佢翻嚟有冇正式喺好似有出过但系我已经记唔到几多次可能十只手指数得晒嘅出场次数啊呀咩华美伦真系伤得好紧要啊！咁啊，之后和仔我哋有讨论嘅，即系有时佢话咩，例如话咩啲波点样扭咧，我哋都有讲。佢有时啊重心话咩要挨喉，佢话你嗰个咩脚尖踩波嗰个位咧，佢话你唔好用咁力。我哋会讨论呢啲细位咯，咁啊都讲得几正嘅，即系喺度讲咩搓波点搓啊嗰啲咁样，就好愉快。咁啊最后你有见到咧，就系、是、我有一幕咧，就系、是、要射嗰啲咩。冰爽射球，你有冇睇到剃刀射球？你有冇见到我射嗰个 pose？ 你知唔知啊？本身咧，我射咧系仲劲嘅，好话俾你听。呢、這个又系唔系 FF？ 呢啲你一睇就知。我本身射咧系射到我系只脚系咬到好似大刺猬嗰啲，成只脚蝎子，成条尾喺上面咁样。之后佢就跟住咧就系、是、导演啊嗰啲咧就倾过就系话咩唔好睇，佢话咩虽然你系做到，但系佢一般人唔理解，佢话对你嚟讲啊好容易，之后啊好防啲人睇落去就会觉得太夸，有点夸，佢话你可唔可以即系减弱翻个劲度，
即系唔好射到咁劲啊，姿势唔好拉弓拉到咁行。哇！知道你系可以咁样嘅，嗰只足球小将成只脚系已经系倒倒吊摆晒上去，好似蝎子咁样，蝎子尾。啊！大话一般人未必领悟到，即系唔知道呢样嘢系现实中可以发生嘅，就系、是、最多就只能够要我普通射。咁啊，当然就普通射都系冇问题啦，就系、是、照样系一嘢抽落去，大大力掰落去都系冇咁嘅难度啦、啊，好小心啊！对面俾个上去，好吸到埋嚟，千祈啊，靓波啊，千祈唔好俾佢过啊！好推到过嚟啦，要俾直线，再推再俾啊！呢下靓啦，好我已经飙到入去噶啦。禁区中间位置上入嚟，斩唔斩到入嚟啊？可惜啊！呀咩呀咩有点夸啊？话咩唔识射波啊？咁射你未了解到个窍门，你咪会觉得系咁咯？你会觉得冇可能系嘛？即系当时系话有啲招数第一次见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系即系嗱，朗拿甸奴第一次出嗰啲咩牛尾巴，咁你又会觉得话喂。估呢啲屌有乜可能出到啊？冇可能嘅，你又会咁讲。但系出到，你到真正有人施展出嚟，哦，原来做到之后就个个行，就系、是、咁样。你未见过咧，又唔代表冇嘅，吓、啊。有咩导演见你咩玻璃脚嘅黐线，一嘢勾落去，砰砰声，我话俾我射落去，我话喺我后边系玻璃，我都几惊射烂，你知唔知啊？即係嗰個牆咧，就即係室內牆咁啊，佢會有啲玻璃門咧，就俾人哋即係方便牆外嘅人可以睇啊，或者點樣，我都勁驚係一嘢省爆埋個玻璃穿網嚇。咁、啊、就係咁樣咯，呢、這、一個就係其中啦，呢個麥攝嘅其中一啲小嘅趣事啊，嚇、啊。和仔嗰个发型咧，就点解佢而家冇再留长头发？可能就系佢而家唔系球员啊，即系佢以前球员就系通常会自己有个打扮啊，或者点啊，咁啊佢而家要做教练，可能就要有个威严或者方便啲做嘢啦，佢就唔会咁样啦。即系通常球员你出场就会有自己嗰、那个有个咩发型啊，或者点啊，注重啲啊，哦。俾咯去，嚟啊！鬼再吸，可惜啊！仲有又系咩？又话问有冇同和仔讲啊？咩美斯系我徒弟嗰啲吓，有冇讲呢啲啊？美斯啊、斯朗啊嗰啲徒弟嗰啲，我哋啲啊唔讲呢啲啊。而家通常我、哦、和仔啊，梗系讲香港嘅足球啊比较多吓、啊，哇！即係講啲香港球壇嘢比較多咯，之後佢就有講過話咩香港嗰個咩戰術，話咩而家港隊佢就係冇戰術。我又話我話而家港隊我哋一齊有傾嘅，有啲咩改善？佢話咩港隊而家我話咩嗰個戰術方面你覺得點樣？佢話咩港隊而家就係冇戰術。之後跟住佢話咩我話點解唔揾你教波啊？佢係咁講。之後佢話當然係有啲原因啦。佢係咁講，但係就。即系佢就系咁讲咯，佢话而家港队就系话战术冇，佢就话冇战术，佢话其中一个致命嘅弱点咯，又冇战术，咁啊希望就会有啲改善啦。咁啊当然就系、是、咁，和仔本身肯定系有实力啦，攞咗三届足球先生系嘛，本身就肯定劲嘅，即系佢嘅分析就一定系有啲有佢有佢嘅眼光，有佢嘅角度喺度啦，即系佢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就系、是、有个原因啊，好。俾落去，靓啊！我又好识啊！和仔企喺度都讲系，你都系讲啦，佢系即系你仲系会觉得佢系运动员咯，都系有拜足球先生就系足球先生，诶，悟空啊、北斗嗰啲人咁样企喺度咯，呢啲人运动员嗰个功架喺度啊，你就会见到就系咁样，就算佢唔喐嘅。你企喺度，你都系会觉得系劲嘅，你又会觉得佢仲系，你又会知道佢系有料到咯，你又会知道就系咁样有霸气。和仔呢个人，你佢系友善，但系你都系会见到佢有霸气。呢啲系通常劲人嘅共通点，你见到好有和善
但佢照样嘅，即系你又会觉得佢系有霸气喺度啦，吓、啊。呀、啊，和仔话得呢个战术系要达哥喺度先用得，啊呢啲啊睇下点啦，都系睇情况，系啊呢啲啊睇将来嘅做法系点样，吓、啊。好嚟啦，哎呀可惜啊，俾唔到上去啊，铲得靓啊，哎呀再吸嘅时候都系攞唔到啊，仲有啊。好、哦，咁啊，之后仲有咩啊？仲有咩讲啊？就系、仲有一单新闻可以讲下嘅，其中一单新闻咧就系讲话咩有一，哇系，仲有一个新闻咧就好都几恐怖嘅。话说咧就有一个英国嘅女模特儿，之后咧就唔知俾人咧就约，即系有啲人咧就困佢，唔知要有 job 做啊，定系点样啦？就话咩叫去米兰，去米兰嘅时候咧就就原来咧就系嗰啲咩 deep web 啊，佢哋嘅唔知大即系嗰啲报各大报纸咧就会通常叫佢做咩暗网，唔知点解 deep web 唔系应该系深好深，唔系应该叫深网啊，佢系叫咩暗网？佢啊即系暗网嗰啲人口贩卖集团就即系特登咧就困佢去到咩米兰之后咧就唔知同佢拍懵仔针啊！啊！即系拍佢懵仔针咧，就谂住咧就卖佢，唔知底价咧就唔知几多万，唔知几多万，即系当然系一个庞大数字啊！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女模特儿啊，定点样都靓靓女女，有啲身材，咁咧就谂住卖佢啊，卖猪仔就可能咁啊，卖啲嚟做咩咧？咁一个女模特儿，年轻貌美嘅，咁啊好明显就系、即係可能賣佢做咩性奴啊之類嗰啲咁樣啦，即係一啲即係唔好嘅嘢。咁咧就唔知好似唔知係拍賣添啊，唔止係賣咁簡單，就話會喺個等人嚟 bid， 即係影嗰張相㗎啦，跟住就等啲人自己 bid， 跟住咧嗰個即係嗰啲商品嗰啲 description 描述啦、啊，商品描述咧仲喺度寫話咩會送即係咩包運輸。即係好似嗰啲咩淘寶嗰啲咩包郵嗰啲就啊送到你上門嘅之類嗰啲咁樣啦，就係、是、啊就包運輸咁啊後來咧就本身就差唔多就要賣噶啦，咁啊後來咁啊發生咩事咧？就係、是、佢知道咗原來佢呢個雖然廿幾歲好後生啫，二十歲出頭，但係咧就已經係做咗人哋媽咪，即係人哋母親。咁啊，佢话呢一个暗网集团咧，唔知有个名，我唔记得咗叫咩咩咩团啊。咁咧，佢话有个条例嘅，即系佢话咧就唔准咧就卖呢啲即系身为以为人母嘅女人就犯咗禁忌，即系呢样一样嘢系唔得嘅。我记得个名叫咩？佢哋呢个犯罪集团叫咩？黑死病 （Black Death） 啊，即系黑死病，大家知道咩啦？就系、是、以前横扫。歐洲啊，咩鼠疫就係話咩成吉思汗帶引過去嘅嗰啲病，聽講係咁樣啦。咁咧就死咗歐洲唔知勁多人口，咁啊知道佢係媽咪之後咧，就決定咧就好似就話咩唔賣啦，類似係咁樣啦，就好似就咩想勒索經理人公司，而家開頭好似係想勒索嗰個模特兒經理人公司。就勒平啲嘅廿几万美金定英镑咁上下，即系后来就好似索性啊，唔知放咗佢定点样咯，就唔搞啦咁样。但系最后而家系拉咗个嫌疑犯嘅，即系照样拉到佢嘅。即系虽然佢话放咗佢，但系咧就照样系即系差人啊定点样啊？佢哋欧洲嘅警察咧就涉嫌拉咗疑犯。咁未確定係咪真係呢個人做啊，定係點樣啦？但係總而言之就係有呢一個即係情況出現咗。咁啊，所以大家又要小心啲咯。即係如果無啦啦有人引你去咩外國啊，或者點啊，佢話佢一落機冇耐啊，俾人打懵仔針噶啦，即係就反抗唔到啊。即係有可能係大家喺大巷啊，或者點啊，都係發現即係都可以。做到呢事嘅，即系因为佢哋系做开呢啲咁嘅卖人蛇啊，或者点啊，自然有呢啲咁样啦、啊，啊，你点睇？暗网 deep web 啊，点解会译做暗网啊？暗网应该系 dark 啊 ，dark web 啊，点解会变咗系吓？有冇人知道点解会变成咁样吓？好、啊。
暗黑网站啊，定点样吓？好嚟啦！好，哇，咁样铲埋嚟，好彩啫。Deep web 可能就咁讲咩深网，你唔会觉得好即系有啲邪恶意识啊，或者点样咯？系咪有啲咩资讯性深入网站啊，或者点样？但系当初如果呢啲网啊，全部都系呢啲，点解啲人就一开头改做咩 Deep web？ 点解一开头就唔叫做 Dark 啊？嗰啲暗黑破坏神，你一听就知啊，咩 Diablo 都唔方好嘢啦，就系毁灭世界。咁啊！佢一开头点解唔系就已经叫 Dark 吓、啊？仲有啲咩 Evil Web 啊？咁样都容易明啊？点解佢就要咁样吓、啊？有冇人知道？有冇人上过有人上过 Deep Web？ 你哋有冇上过老老实实吓？好、啊啊，你有冇人上？啲人话 Deep 即系如果你就咁打咩 deepweb.com 咧，好我听啊，戴定头盔先。有人话如果你就咁打呢啲嘢，就肯定唔系 Deep Web。即系如果真系深，即系一啲叫做暗网，即系暗坎先上到网，就好似嗰啲咩人中之龙嗰啲咩九州一翻星拉面，你要噏个暗号吓、啊，即系叫唔知边碟餸，有个隐藏菜单。咁你先去到嗰啲咧，先至系叫做 Deep Web 啦。即系如果你咁容易可以 Google 打 Deep Web， 佢系揾到。咁呢啲就唔 Deep， 咁全部嗰个网一早俾人拉鬼咗啦。啊，嗰啲就应该就唔系。咁但系我都劝你唔好上，系都唔好，不要再 Google 试图啊搜寻 Deep Web 啊，知唔知啊？哦、啊。慈善 FBI is watching me 喎，我叫你唔好上都仲 watch me， 表扬我啊，吓系啊，要 watching me 啊，为咗表扬我，吓俾个美国都颁个好市民奖，系嘛，俾钱我，吓宣传大家唔好上呢啲网，系嘛，好，喂俾喎，哇转身再嚼。呢下有冇机会啊？唔系咁黑仔啊嘛，咁近佢哋都射唔到啊！吓、啊，哇！可惜啊，都系唔入啊。咁啊，就系咁样咯。呢一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呢个就系嗰个 Deep Web 嗰啲事情咯。就劝大家就系千祈都系唔好搞呢啲，冇。即系因为我哋电脑肯定唔系劲啦，一阵人哋你上去嗰啲网一阵俾人 hack 咗啊，有啲咩信用卡资料俾人盗取啊，唔好讲呢啲啊 ，email 嗰个账号俾人偷咗，你都麻烦啦、啊，系嘛？人哋可能睇晒你 Facebook 咩样啊，点啊，咁啊，所以就千祈呢啲就避得又避。诶，讲开呢一样嘅电脑工程咧，就系、是、早排咧咪有嗰个咩勒索。嗰、那個咩 WannaCry 喊出嚟病毒，嗰、那個咪話咩有個英國嘅咩工程系學生就唔知發明咗一個嘢，話咩堵截咗個漏洞咧就搞掂噶啦。我唔記得佢話叫你做咩啊 ？Window 唔係 Window update， 佢唔知佢已經揾咗一個漏洞出，唉大鑊。咁樣佢話咩？跟住咧佢話點知呢個人咧就最近涉嫌咧就咩賣嗰啲咩木馬，佢話賣咩木馬程式出去喎，你知唔知啊？佢话咩呢个人咧就涉嫌，哇！佢话咧就出售恶意软体啊软件，之后咧就卖唔知$2,000就可以咧攞人哋信用卡啊，攞人哋嗰啲咩 cookie 定点样去攞人哋信用卡嘅，总之就系喺 email send 俾人，人哋一开就濑嘢咁样，咁啊而家咧联邦拉鬼咗啊，系拉咗啊，即系而家系审紧啊，即系调查紧系咪真系而家拘留紧佢，咁啊跟住咧佢阿妈就话咩冇可能咩，佢个仔咧就咩之前就咩喺各地方咩演说，就讲到话即系点样提醒咧大家。啲嘢要點樣防範啊？唔好俾人 hack 啊，或者點。Adam 靚啊，咁咧就係即係點樣可以防範一啲俾人 hack 啊？嗰啲黑客點樣啊？要平時要做好啲咩保安程序啊？點。即係話我仔平時係咁嘅喎，點會走去賣呢啲咁嘅程式啊？係咪俾人砌生豬肉啊？或者咩佢咩智力打擊咩黑客組織同埋惡意程式？咁啊，而家仲未知道嘅，未判啊，或者点样咯？但系就即系佢话
有證據顯示就係佢賣過$2,000俾人咯，就出售呢啲惡意軟件，即係話哦，因為你自己知道你做開保安，即係佢哋可能就係咁啦，所以你亦都知道，既然你係做呢度嘅看監，咁你係知道呢度有啲咩漏洞，防守漏洞嘅話，你係咪利用呢啲漏洞去整呢啲程式啊咁樣咯，嚇、啊？咁就唔知道點樣啦、啊，你有冇聽過呢個新聞啊？嚇、啊，靚啊！弹咗上去 ，Adam 转身靓喎，自己射啦，可惜噶。听下 Dark Web 仲劲嘅，啲人话 Dark Web 系比 Deep Web 更深一层，系真定假？我唔知啊，系你作啊，定系真系会有分呢啲咁嘅级数吓？即系好似杀亚人咁，有吓、啊、超级杀亚人一、超级杀亚人二吓、啊，哦。而家 WannaCry 呢個病毒好似已經係制止咗啦，係嘛？係咪已經係解決咗啦？即係唔會有呢啲咁嘅，即係只要你 update 又更新咗你個 window 就唔會賴嘢係嘛？好，係啊，走到埋嚟，哎呀，可惜啊！好，又話咩？又話咩 dark web 咁 dark soul 啊？咪有啲咩啊？咪有啲咩暗黑靈魂？你都知道唔好啦，所以你成日睇落去嗰啲都即係黑咪嘛啊，又成日死啊！咁你又知道唔好啦，大佬。所以呢啲名字你咪知啊，所以就已經改得好嚇、啊。你咩毒品咁你嚇、啊？你會唔會想試一聽？你就知哇唔得唔掂得嘅，一掂就瀨嘢啊！毒品嚇呢啲你又知道，呢啲人名字就改得好嘅。吓咩咩 toxic 毒品咧、啊，吓、啊、你知道猪吓呢啲啊改得好，吓、啊、你唔应该一毒啊濑嘢啊又剩啊嗰啲咁你就知道咯，呢啲啊应该你要即系名呢啲啊要改得好啦、啊，吓、啊、又系咩毒品已经咩会即刻上市？黐线点会啊？你明知啲人咩落毒药？啊！呢啲人一聽就知係一掂就死人啊！咁你又肯定係唔會搞咯。我就覺得呢啲名字就好咯，所以啲網啊應該要改翻呢啲咁嘅咩毒網啊，或者咩咁啊最好啊！嚇、啊、掂都唔好掂啊，最好噶啦嚇！好呢下轉身俾佢落去啦，翻波哇！再轉會唔會又再吸啊？可惜啊！又係咩？系，仲有人啊提佢话我出咗一个三日红馆嘅活动，有咩体会？其中一个星期五六日咧就出席咗呢个电竞音乐节啦，咁又喺红馆呢个搞，咁我就唔系喺红馆入边嘅，喺红馆嗰个体育馆出面咧有一个舞台，就是、Festival Song， 咁啊系户外嘅，咁啊其中一个最大体会咧就真系超热，即系我今年咧夏天咧。哦，一讲已经有少少即刻谂起嗰个想呕嘅感觉，真系有啲中暑。因为今年夏天咧系唔知点样特别热嘅，即系我话俾你，我就去过中东咧，就我喺中东咧都唔会觉得话好热好辛苦。我生平觉得最热最翳焗最辛苦咧，应该系拉斯维加斯。咁咧就嗰几日咧就真系有啲似拉斯维加斯嗰啲感觉，系热得癫。热到黐线啊！同埋好似系呢个暑假最热嗰几日啊，吓，仲同大暑嗰啲差唔多，跟住咩而家系已经系差唔多立秋，但系好似系咩36度啊，定咩系黐孖筋系有系热到癫啊！跟住呢个系我最大体会，有时系同埋太阳系劲晒。即係有時都得 mon 都未必睇到，講真就係熱到暈，所以有嚟睇嘅觀眾咧係非常之犀利，即係我即係當然多謝啦，即係咁上面真係熱到癲咯，係30几度，但係都好多人去睇啊。咁啊，跟住玩咗即係同一大班人一齊玩遊戲都幾開心嘅，因為畢竟第一次就喺紅館喺度搞咯，即系你睇落去又会有少少唔同吓、啊，哇！小心啊！佢话咩？哦，有人话着长袖，我件又未话好长袖，但系就系我话俾你，其实有
你俾太陽直射嘅話，你都係會覺得好辛苦嘅。即係呢個我喺中東都係嗰個説話。即係你見到點解中東人喺沙漠都係著長袖啊？咁佢哋又有個道理啦。佢哋日曬雨淋，即係日日俾喺沙漠咁熱咁曬，咁點解一定要 keep 住著長袖咧？就係、是、有兩樣，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是。你防熱亦都要防曬，都係兩樣嘢，就係要兼備咯。呢一樣嘢就係、是、嚇、一定係要咁樣。你有冇睇我跳舞？其中有一日我係有跳舞，我跳得好好啊！你有冇見到啊？嚇、啊！你啊，我喺 YouTube 嗰個你啊，或者 Facebook 你可以睇 Underground TV 嗰個，我自己 upload 嗰段片，你可以睇翻我跳舞啊，跳得超好，勁過 Michael Jackson， 哇！有機會啊，自己照啦，乜黐線咁都中住。其實 Michael Jackson 同埋嗰個遊戲，我都係第一次玩啊。嗰個跳舞嗰個遊戲，即係我係第一次接觸呢、這個。我以前就有接觸嗰啲咩跳舞機啊，嗰啲嚇，嗰啲 DDR 啊，嗰啲咩 Butterfly 啊，咩功夫 fighting， 呼啊啊嗰啲個仲有啲咩歌咩？A little butterfly， 哎呀哎呀 ，on a little butterfly， green black and blue make a little on the sky， 系嘛？好似系咁样，系嘛？类似系，仲有啲咩歌？好多啊！嗰阵时 DDR 我最通常跳得最多就系咩功夫 fighting， 哈，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就系咁样。咁啊，而家就係呢啲歌，即係我上台玩嗰首歌就哇，上台玩嗰首歌就唔係話好似話好出名嘅歌，但係就都幾得意嘅，啲印度嗰啲肚皮舞啊嗰啲咁樣咯，都幾特別。好，你冇玩過跳舞機，你唔知道有首歌叫《功夫廢聽》嚇。啲后生嘅细个啲嘢可能就未必知道咯，以前就呢啲歌都好 hit 嘅，仲有嗰个咩，仲有嗰、那个啱啱讲嘅 Butterfly 咯，都好兴啊。Butterfly 嗰个组合系咪得一首歌之后就冚咗期，就冇再出现啊？仲有冇啲咩新歌？功夫费丁嗰个组合好似都系得1001首歌啊，阴公知吓？点解冇再出名啊？冇再整嗰啲，冇再整新歌定点样？呀咩？呢首歌仲出名啊？呢首肚皮舞歌，好啊！我少听咯，而家少听呢、這、一个叫吓，好、啊哦，即系你细，即系可能而家呢一辈啊，刘华，我以前就跳，即系听开呢啲。我跳得好好啊，好多人都话正，跳得唔错喎，有班有眼。因为呢啲同嗰啲木村嘅跳嗰啲 gas 嗰啲肚皮舞呢啲係好讲手脚柔软。有啲木村跳嗰啲 gas b 嗰啲咁样啊，成身啊嗰个软淋淋嗰啲咁样啊，超劲啊！我就係跳得好好啊。一大第三系啊，唔知点解，可能天气热有时都会感应得唔系几好嘅，即系有时啲嘢好难讲。你有时啲嘢可能要讲感应，哇靓喎、啊，吓、啊，依条感应得唔好跳我啊，肯定系跟足100% 同佢。呢我话俾你听，你就算叫嗰啲咩 Michael Jackson 啊，咩 G Dragon， 可能好啊，而家即刻跳一场舞啊，你即刻跟咧都冇可能，好似我咁劲即刻跟足我话俾你，我系第一次睇，我系呢啲即刻学即跳，就系、是、好似我讲，我成日都引用嘅例子《倚天屠龙记》。张三丰啊，唔知教张无忌喎，我而家即刻教你咩？佢唔知佢要咩？张无忌要咩代表武当出战？之后话咩？你一招武当功夫都唔识，唔得喎！之后话唔紧要，而家咩？张三丰为师即刻教你，跟住就即刻教佢咩太极拳，佢就即刻学，即刻用脑出嚟，我就系咁样，系嘛？又系咩？咩衰在太有自信，黐线，不知几好，根本就唔系太有自信，不嬲好多人有雪亮眼睛嘅观众都系话系话咩跳得好好啊，好似喎、啊、吓，好嚟啊，同埋观众邀请上嚟嘅观众都跳得好好啊，有两个观众都好落力嘅、啊、大家都跳得好好，我一队都系跳得超好，好完美，好合拍。因为中间仲要系要合体啊，要喺度走位啊嗰啲啊，
都系好讲求团队合作咯，都系几唔错咯，几愉快啊！咩客套说话当真，次次都系每次人哋一赞我就会有一句呢啲客套说话，你当真唔系啊嘛？即系如果有个人考试攞一百分，已经满分，无可挑剔。跟住有啲人讚佢話：喂，你今次考一百分，好叻仔喎！之後跟住你就會喺度講話：哇，唔係我啊，同事話你當真啊，係咪咁樣？嚇，係時候轉個遊戲先啊，辛苦各位隊友啦。咁呢幅圖咧就係由蜂蜜綠茶加珍珠所畫嘅啊，你睇下，捱上嘅古惑狼啊，你睇下，就係、是、嗰關就係叫咩 high road 定乜鬼嘢？最記得就係呢啲黐線豬同埋啲橋成日爛下，清單啦，轉個遊戲先，清單啦。边位生日啦？吴世伟生日快乐！仲有咧，叶俊豪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方耀辉生日快乐！朱文轩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陈尚善生日快乐，陈柏川生日快乐，仲有边位？欧永全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仲有边位 ？Coco 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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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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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话时话今日系一个DSE 即系咩 Jupiter 嘅派位放榜系嘛？睇下考到咩学校啊 ？It's Crash Bandicoot 2。点解好似咁伤心讲到咁样？可以叫你唔好玩，咁样黐线，唔系开开心心。Call you 啊，咁叻仔啊，全部都打 Call you，HKU， 在场有九成嘅系 HKU， 咁即系劲啊！即系你日日听我，所以你都入到 Call you， 犀利，恭喜可喜我，可喜我，吓、啊！做我师弟咁叻啊，好啊，入 Call you 好啊，吓、啊！又系咩啊？中文系啊，系嘛吓？咩达哥徒弟又唔系我？你入同一间大学就唔系徒弟，都系只系即系点讲？系代表系同一间学校。呢、這个要点跳过嘅？咣啊！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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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咁入 call 咗好啊，读好高分，即系代表你哋考得好高分。第一志愿系嘛？通常都系咁。康要入晒咩啊？医生科啊，牙医啊，乜鬼嘢？全部哇，有粒乞衣苹果未食。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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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跳上去。哇，好多呢啲招。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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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挡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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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第二一嘢砸烂佢。好，呢度要点啊？呢、這个揿掣可以加速噶系嘛？滚滚滚！咁呢个船嗨到呢度会点啊？咁有咩用啊？俾你刹掣，即系俾你一嘢撞落去。哇，系好惊啊！好，太易玩了，呢啲玩水上电单车冇难度。好，跟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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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滚啊！哟呼，滚啊！哟呼。嗰啲漩涡踩落去系咪会死啊？好，哇呢度危险咯，好易玩一剔过底啊！好，啱啱有只臭鱼喺前面，诶唔系喎，咁啊佢缩 ，OK， 佢一震就要上去啊 ，Go Go， 哇，好彩啊！太易玩了啦啦！好，跟住信心之桥，咚哟咚哟咚哟，咣！好，咁白痴嘅，咁咪得咯，嘟嘟嘟嘟嘟嘟，好惊啊，咣啊！好嘅，呢度就要咁啊，砸落劈，好，咚哟咚哟咚哟，搞掂，咚哟咚哟。话呢下难度高咯，高难度动作，来啊，搞掂，好拜，又一踢过，抵啊！咩叫卡到熟黐线？呢、這个 auto save 根本冇，第一就系根本冇呢支歌仔唱，话呢下难咯，来啊，超易玩，好搞掂，跳。哇，好白痴，点解跳唔到过去啊？咪低能啊呢下，明明跳得好好嘅咯，已经唔使再嚟啊，系黑噶，唔使，应该铲跳啊嘛，弱屎啊，臭食人花，袋啊，好 ，go， 咔嚓，搞掂，咕噜咕噶，好，先食呢个先，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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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上一只袋啊，超力，对袋啊，弱屎啊，食人花想踩我，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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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食青哥嘟嘟嘟，确认佢一盏爆晒先，好系清好清干净，好干净，最终嘅就系干干净净，嗯，哇，呢下难咯，加速。铲上去，喂，
低能啊，屈死我！喂，呢个要点食啊，大佬？屈低 B 啊，都唔知道要点食。嗰、那个箱要做乜啊？炸到弹起啊！即系唔骑电单车过去啊？啊！我打黐孖筋，鬼知咩，大佬？咣咣咣咚哟咚哟，铲！我白痴鬼睇到啊，咪低能啊 ！blop blop blop blop， 咩盲？根本唔系盲盲，系要用呢啲招数砸落去，劈！好，铲！我低 B 点解会咁样啊？唔够远咩？都睇唔到路，黐线！咕噜咕噜噶。好，哇低能啊，好难遇嗰啲时点，好白痴。我咋？我咋？我做。好 ，go go go go。我咋？低能做乜啦？要跳揿实个下掣喎。黐孖筋，要肥出啲，你唔好太早跳。喂，整个奖一隻嚟啊！来啊！滚啊！哇！我几惊炸死。喂呀，好搞掂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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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今日呢度要点啊？好嚟啦，走啊！好撞烂佢，拍拍拍，接接接接接，咕噜咕噜噶，飞上天度哟！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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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光个白痴仔哦，点样跳唔过咪低 B 啊？好。来来来来来，嗰啲鱼系会 keep 住咁样。我咋？喂呀！啊，咁点 high 难嗰啲嘢？冇个感叹好喎、啊。有冇人知道点做啊？吓、啊？啱啱你顶住嗰度要去跳过去隐藏关，白痴仔，鬼知啊！呢关有隐藏关，要去后边，咁肯定冇可能呢次得啦，又俾人 fake 咗一次，好贱噶，即屎仔，好憎咩隐藏关低人，都完全冇任何提示，以前都有啲苹果嘅信心之桥做得好啲，好嬲。唔死又有一个隐藏关咁多。好黑人憎，忍你死人头！哇，做咩摆落口啊？黐线！哇，有啲咩啊？哇，你搵咗25个水晶啊！哇，我而家开始冇咩能源啊，冇得再联络你啦。讲紧粗口，巴拉巴拉巴拉，你 Andy 正经。好靠嘅你啦，古惑狼同阿古惑妹，古惑妹，而家又去边啊？有边啲关未玩啊？呢、這个啊 ，Kumu Brother 系嘛？诶、一定要用古惑狼拜底啊！俾人踢出门口。好嚟啦！哇，系咁掉刀啊！呢啲两个一打二啊，一抽二。夹夹夹夹！我要点做啊？通常一开头都冇得打。哇，系傻仔自己转到晕啦、啊！有机会啦，孤行啊，第二啊，傻仔懵丙，好劈劈劈劈劈劈劈，飞去边啊？转到你一下，好。好又嚟啦，又做出傻仔行为，一夜避得开啦，聪明人。
刮啊，抵啦，太易玩了啦啦！哇哇哇，掉掉掉，跳过阿修罗闪风，好、哦、正蠢材，劲蠢你睇，成个傻仔咁掉啦掉啦，跟住转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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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咁古惑啊！哟吼！拜，玩完了，赢了，巴拉巴。Komodo 怒怒啊！吓咩意思啊？吓咩叫怒怒啊？咩叫怒怒啊？有冇人知？咪偷玩黐线，用下脑都知啊！好嚟啊！我话知道咩叫怒怒，怒懵我啊食过咩叫怒怒吓？喂！做咩？入去啊！上去 up， 喵！攀附喺度种植食物，诶、哎，做咩事啊？咩事过？无啦啦成日俾你好啊，古惑狼。佢话咩啊？佢话而家唔系你喺度扮串啦，唔好 cocky 啊！记住啊！世界在等緊你，佢成每次过嚟都係讲啲废话啊！话你唔好 cocky， 佢叫你唔好咁串，佢冇谂住过咗几关就串啊！你知咩叫 cocky？cock 就系类似羊巨巨龙咁嘅意思，吓、啊、吓、啊，即系等同咧。如果你要讲 cocky 咧，比较译得似地道啲，就系串个马嘟。就是咁嘅意思，唔好 cocky 啊，咁嘅嘢，大家明唔明？知唔知咩个 cocky？ 我话教你英文，好，叮叮古惑妹，好嚟啦，巴拉巴跳过去啦，即刻要跳啦，如果唔系会死啊！呀咩啊？咩唔明啊？话咩似我？黐线！边条似我？喂，呢度有冇咩隐藏关？讲定先啊！啊，呢又有咩隐藏关？巴拉巴拉，嘣、啊！几劲一嘢过去啊！咕噜咕噜噶，我低能噶，唔系叫加速过去咩？个低 B 仔，咁要点做？嗰个漩涡会停啊？加速，我黐孖筋。啱啱明明得噶喎，好，滚滚滚，好，招，好嚟啦，咕咕噶，都唔知要点做，啊，要喺侧边过，咕啊，要咁样喺度擦边球，好，睇下先，呢度要睇清楚，好喺呢个位。呢、这个地雷唔会穿到过嚟，好，哇黐孖筋，快啲啊契弟，好咧，啊，升啊，好搞掂，招招招招，呢度有冇隐藏关啊？食屎仔，铲跳，好跳落臭河马，好呢一度就要。哇！低 B 仔啊，我唔系踩咗落去咩？我都谂住弹过去啊！好睇住啲人会用高难度动作，高难度动作 ，bang！ 抵啊，怪啊！食咗呢啲嘢先，食啦！有冇长一只啊？好嚟啦！攞部电脑兜嘢搏落去人哋脑啊，车落去，又系咩东边 cock？ 好，呢个你知唔知点做？我教你，一扎抵啦，系咪好劲咧？我自创嘅方法，跟住就滚啊，系咪好犀利咧？完美拆弹，袋啊，啦啦啦，跳芭蕾舞，招，好，呢度要一嘢最远抵啊，叮爆啦契弟，爆！病好，跟住呢个使唔使食
仔嘅，嗰啲好似孖宝兄弟咁顶头锤，顶头锤，当 ，zap， 好啊，到呢度啦，铲掉，动哟动哟，到呢度啊，铲掉，好，完美过关啦嘛，好，好，你啊好中意用呢个东边 cocky 啊。你可能你下咩 DSE 作文就会用到，哇，好白痴，佢冇啦凌空唔知做乜，动到 do 喎，喂，咁呢个要点啊，大佬又有隐藏关，啊，有限时唔死去到终点有二粒石，好，咁呢个要点样过啊？佢呢度系咪冇得攞啊？啲滚啊！好，阿修罗小梦，滚，我低啲咁都咬到。加咗速嘅黐线啊！你有冇见到啊？我应该系咪精神病啊？好，咁呢度要点啊？食咗呢度啲嘢先啦、啊。好，光啊！哎呀，臭花病，光啊！好，系啦，过翻嚟先。滑妹 Coco 好来啦，好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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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啊，点解咁难呢一刻，点解啊，哇，低 B 仔啊，标咩标，我都唔知点食芝麻筋，佢咪 short 噶？究竟要点样先食到啊？上啊啊低能仔！诶、哎，哇哇哇哇！加速，好搞掂，过关啦！滚蛋，滚蛋，转系咪满晒？抵啊！点搞掂啦？过关啦，耶耶！好嚟啦！吃不到的苹果是刻意的，系啊！巴拉巴，佢有冇跳舞动作噶？佢系收喺裤袋噶，点解佢唔喺耳仔度？又嚟，噔、啊！佢个舞蹈，哇！佢个舞好似冇，佢个表情冇古惑狼咁生鬼啊！吓、啊，跟住做咩啊？输啊！我 later， 是但啦，边关都 OK 啊！有咩真心劲符碌痴？跟住咩？有人话咩收喺下边啊？黐线，真系裤袋啊！黐孖筋。好，呢度点啊？有冇鳗鱼啊？我真。哇！你睇行得几慢？啦啦啦！好似好辛苦咁。好，睇住啊！一箭双雕，咣啊！一嘢铲落去。啊！哇！会唔会停啊？我真光啊！好要食嘢啊！袋啊袋，哇做乜啊？我点死啊？冇得飙咩啊？有冇听到咩？招跟住就死咗，唔知做乜吓？哎呀，光啊一嘢铲落去啦，木嘴过嚟啊！光啊啊！打死呢个木嘴先，睇住啊！铲哇抵啊，吓得我以为塌 Q， 袋啊！好、哦，屈做乜嗨到就爆啊？呢啲唔似嗰啲红色嗰啲伤，一掂到啊濑嘢 ，nitro 咪啖气咩？点解会 nitro 会爆炸咪低 B 啊？吓、啊？光啊！好睇住，一箭双雕，
连埋油桶烂啊！怪，好白痴，怪啊！哎，咁样转啦，哎，嗰粒黑衣，嗰粒俾黑衣啊，刘备，咣啊，一嘢铲落去啊，好，电呢？好，快啲啊，我得，电呢？契弟，我得，会唔会夹死啊？呢道门，好。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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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不走。好，哇！呢个臭老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噶，哇个，对啊，好憎老鼠。好，好，继续食啊！哇！呢个难喎，连环要一嘢一口嚟铲过去，哇！低 B 明明铲咗个弱智。屈死，夹硬逼我输好贱噶，恨啦契弟，收档啦木嘴，臭老鼠，袋啊，哇，我炸，好，跟住一箭双雕。哇哇啊！救命啊！个芝麻吉砖抵啊！好彩啊！因为我好中意铲死嗰啲木嘴，好我啱啱系 keep 住想铲。哇！未食嗰 checkpoint， 好铲过去，我再铲，踎低先。好，慢慢食。跟住呢度咧，呢度又有警棍喎。啊，如果我一铲，会点啊？哇，呢度极危险喎，要啊！嗰只点样跳上去啊，大佬？我就我打！哇！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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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啊袋啊，搞掂！咕啾，棒！好，跟住过嚟呢度啦！哇，争啲顶死！袋啊，喺呢度又有高难度动作，哇系！食晒佢，搞掂 ！K.O. 有六个箱喺边度啊？问好问好问好。喂，点食啊？点样翻过去？黐孖筋啊！吓？咩底啦？系嘛？六 box 点样引爆啊？一踩落去已经爆，唉，自杀！咩啊？咩意思啊？点样咩铲跳，即系要点样？绿色最美食，点样最美食到？我都唔明白。过落去再先讲啦。呢度一开头都冇咩难度啦，铲晒佢。哇，争啲铲咗两次落街。呢度有冇可能你唔跳一下飞到过去咩？吓？呢下系一定要噶啦，系嘛？最尾有引爆，完场会爆，俾人 fix 咗啊！话白痴，鬼知咩？好，即系我原本已经完美食晒，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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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滚 ，go。袋啊！咩得啊？好，滚！拜！哇，冇啊！又话最尾有，
咩最尾啲伤口甩爆终点，白痴咁佢喺度写系做乜啊？喺度凶我，睇住啊！咣个底啊，一个扇叶俾我周烂，我仲有啊，睇住啊，咁鬼快射龙门十一 bang 底啊，仲有冇啊？好，再嚟多只究极十二码射中柱 bang 啊！劲射九宫格，电啊契弟，哟呼，电啊木嘴，哟呼，再电啊，唉算啦，唔等你咯，好，哇，哎呀弹得唔好啊，仲有冇啊？咩啊，好聪明，聪明啊，有只聪明豆，哇，好可以啊。咁中意咪整烂晒佢咯，有只嘢左头左实，我呢度就有难度啦。呢度要点样先可以食齐佢咧？如果我喺咁样中间下下咁样转嚟要吓，定系攞只怪一嘢怼落去吓？你嘅话点样射龙门啊？滚啊！宇宙大爆炸咩啊？好，好劲，睇住啊！铲落去死仔包，睇住啊！哥，我点解佢越走越远咧？次次都啜死仔包，火滚，行边边啊？睇埋嗰边先，两边都有木嘴喎，行咗右边先啦。弯啊！好，唔知整爆嗰边度。转转啦，低能啊！啊哇！好，跟住咧，哇呢个又麻烦啦！哇渣！呢个过关喎、啊！好，再跳。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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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我话赚啲电死高，好。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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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叮叮，喷火啦契弟，木嘴仔，转，哇！好呢度，一箭死仔，我一定要铲晒两个人，强迫症我有。孤陋嘅嘢，咪一次过铲两个傻仔。好，我得咕噜咕噜噶，有冇信心之门冇？佢个电脑笨，咣咣咣咣咣都咕噜咕噜噶，咕噜咕噜噶，咕噜咕噜噶噶噶噶噶噶噶，咕噜咕噜咕噜噶，咦呼啊 ！Speed run， 呀呼呀呼，我得 ，Go go go！好，嗰只极快啦，好迅速，耶耶耶耶，齐晒了。点睇吓？爸爸，绿色箱会帮你引爆晒所有绿色箱，包括埋 bonus stage 嗰啲啊。食嗰啲垃圾，跟住咧喺啰柚，又做跳舞啦！哇，又嚟啊！傻仔博士，哎呀，太好啦！我揾到你啦！我已经揾到，我喺电脑嗰度揾到一啲博士嘅数据啊！我见到嗰个太空站。但我肯定佢做紧啲咩啊？讲完即系冇讲，呢啲系废话。Bear down 咩意思啊？红啤啤，唔系要骑嗰只傻仔熊啊嘛？吓，好憎嗰只熊人啊！嗰只白雪雪小白，好，唔使骑傻熊，唉。过来啊，傻熊！耶耶，过过过过过过，
食晒佢啊！记住，哇，好白痴，我都唔知点样跳，有冇加速定乜鬼嘢？嘅你个头，有得铲跳嘅好似，好爽，哟，好跳，我操！喂，点样先跳得过啊？冇得铲圆圈铲跳啊！我都冇得试，啱啱揿咩掣？我到而家都未知，已经唔记得咗。跳，我操！哇，极快，好，减慢速度。哇，黐孖筋，快到完全唔知做紧乜。跳，唉，总之一嘢跳过去啦，信。即系呢个熊系低能，唔识小跳，冇脑，智能有问题。你自己跳落冰度。游水啊！仲有我有乜可能一跌落去我啊变冰，完全唔合理。好，冲过去，哇！好嚟啊！加加加加，跳过去。好，逛逛逛逛，我咋？老友 check point。好，小跳，唉，弱智。哇！你个木嘴啊！点解有啲木嘴工人喺度做乜鬼？哇！你个贱种啊，冇啦举起呢条乜鬼嘢啊？好，好，哇！你个贱人，好低 B 咁样坐落去关鬼事？好，呢啲都唔知咩嚟，嗰啲一条条打横嘅咩？无啦啦有啲乜会有啲石像喺冰河喺冰河？哇！好食晒，好跳过，逛逛逛逛，我都估到呢个贱人系会举起嘅啦。好，好过嚟啊！贱种，好最中意阴谋，你只要估到佢系相反方向，咁就啱噶啦。好，嗱估到啦，木嘴低能，前面有 checkpoint 啊！唉。玩得咁好，好嚟啦，食晒啲伤，好跳过，好白痴，变咩雪条啊？跳远啲啊，臭熊，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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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接接接接接，逛逛，跳，好，好小跳再跳，好再跳。呢啲三粒黑衣苹果，好见到 checkpoint 啊！哇，你贱种又唔整，鬼知咩？一时又 fake 人，一时又唔 fake。好，系啊，极贱格，贱格到哇！点解咁样跳唔到？佢个脑有问题啊！好，呢下要跳，举起啊，契弟 ，go！好嚟啊！即刻挨落去，好，臭鲸鱼，哇！好过去，如果佢中途突然间落闸，即刻打死佢。哇！真系熊几贱噶，好棍啊！呢啲有冇秘密通道啊？有冇隐藏嘢？有冇人知啊？最尾拎咗。提双石之后翻转头有隐藏关，拎攞钻石先 ，OK。bang， 跟住翻转头有隐藏关，有啲古斗好醒我今次知道有隐藏关。袋啊袋，哇！黐孖筋，鬼知咩大佬？冇啦，Island hopping the warp room。好，有金 AK 跳落河啊，又呃咧。笃笃 ，ring， 咣，咣，咔咔咔咔咔咔咔，哇！跟住咧要点做啊？玩咩关啊？要玩晒呢度 ，snow go snow go， 但系呢度点解有钻石嘅？点解有呢啲我玩过啊？吓、啊，要点做啊？喺呢度要做啲咩？吓、啊，
跳入去又冇喎。师傅，师傅嚟做乜？师傅喺呢度咯。师傅咗好啲。咩第三集？冇一关入到喎。啊？要做 download do what 呢关呢？有咩隐藏？边度隐藏啊？睇过吓？隐藏关我拎第二粒石，要玩多次。咩做乜相啊？即系点啊？玩呢关啊？喵！呢啲要点食啊？哦，白痴，我已经食漏咗，系。嗰个要你自己弹上去系嘛？好，跟住咧，要唔要自杀啊？有人话要 up， 唔系行呢度，鬼知咩？等下先，食到呢度先。再啊！哇，低 B 啊！咁难食嘅，要咁样弹五嘢。Go！ 哇，低能劲难瞄啊，大佬！超高难度的动作，袋啊袋啊袋啊袋！哇，做咩自己飞咗落去啊？我乜都冇揿过，吓、啊！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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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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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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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低能仔，我知啊，唔系咁攞啊，你知系点攞啊？啊，我教你啊！哇，死仔爆，一巴冚落去，冇用嘅，你俾咕噜咕噜教，我又唔系。哥，佢话低 B 点解咁难跳啊？就系、是、要先喺最尾嗰度食翻上嚟。啊 ，one two。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低能嘅，点样用视点睇啊，大佬呢啲？其实我而家仲使唔使咁样食？我都食嗰啲掌一只，我根本唔需要咁样白痴，低能仔，我根本唔需要做呢啲弱智嘢，我就喺度挑战啲高难度做乜？食晒嗰个就得啦，吓、啊，好，应该点做？咁样滚得喎，要咁样捐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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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系啦，啲嘢危险，嗨落去，滚佢一嘢拉落去 ，OK， 掟个弯，滚啊，几劲，转病 ，speed run， 好，搞掂啦，呢、這个就系隐藏关。跟住咧，哇！低 B 仔，鬼知有条鱼咩？咕咕噶，好，跟住咧，咕啊个，好，呢关又要重复玩一次。边度啱啱话咩顶住有咩隐藏关啊？我呢度咯，就系、是、呢、這个木嘴关卡。我咋？对哦，芝麻根菇啊！个脑眼啲出血 ，jumping the jet board。好嚟啊！咩腐碌？边度腐碌啊？一剔过。好。咁入嚟做咩？我落又系入嚟，入翻嚟呢度吓。up 啊，喵 ，go， 哦呢度咪第一关嗰度咯，我入翻嚟隐藏关做咩吓？呢啲系隐藏关要玩多次，咩入翻去？即系点啊？越问好问好问好，我都波嘢波咯咩？我都唔知道做紧乜，问好问好问好。Download do 喎，系啊，其实要点样？
究竟要怎样再做啊 ？Air Crash 啱啱玩咗边关？点样要再玩一次？咁我啱啱点啊？咁我又入翻嚟，咁咪又出？边度出就边度入 ？Snow Go 入一次，鬼知啊！跟住咧要点做啊？迷失在这个情场游戏，好嚟啦！铲死呢个臭海鲜，哇！哇 ，speed run 啊，鬼知咩？快到完全唔知道做紧乜 ？L 啊，臭海鲜，哇！海海踩死啲箭猪咩？啊！哟、哎！好，杀咗掣先。哦，原来佢未起降啊，可以怼死佢。好，原来你先制攻击打死佢。咕噜咕噜噶 ，good 低 B 啊。好，嗰粒黑芝苹果唔搞啦。喂，低 B 明明食咗，我都唔知道。喂，白痴。L 啊，契弟。哇，系。我揸，我超顺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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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咕噜噶，食啦苹果，低能我啱啱都唔知点解会死啊，转啦契弟，臭企恶棍，系咪要踩上去？吓，烂翻过去啦，好过嚟啊，动我 L 啊，唉，低能仔点食啊？呢度要好铲落去，哇！白痴仔，好翻翻转头 ，OK， 好搞掂，咕噜咕噜咕噜噶，咕噜咕噜噶，咁呢嚿点食啊？呢啲要啊？有可能食唔到啦，啊？因为你冇踩到嗰只黑衣，嗰只黑衣咩啊？海狮，好，嘟，好俾黑衣啊嗰啲，好，喂，铲落去靓，我揸，我捉，仲有，哇，差啲跌，差啲跪细，我，对啊，对啊。吃了八支苹果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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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再吃，好再来啊！轻轻松松，等啊等啊等啊，对，咕噜咕噜噶！哇，做咩突然间又咁快？啲兵唔系会试哪试哪咩？铲落去啦，木嘴！嘟，哇 ！DB 仔过翻去啊！哇！呢啲点食啊？黐孖筋，我教你食啊！踎低冇得爬，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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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叮，好聪明，踎低，好，跳过，唉，好白痴，喂，又要由头嚟个 L 啊，好，好搞掂。我执，我执。好，呢度有只臭掌一只可以食，有只臭海丝唔系味道。滚！啊，做咩事啱啱？转啦木嘴 ，bang！ 过嚟啊，拉翻过去啊，契弟 ，run 过去啊 ，L！ 哇！都食唔到啊？点解啊？弹咗上唔够大力啊 ！Don't know do what？ 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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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极速。好 ，jab 咕噜咕噜噶。唉，嗰啲黑衣苹果懒得执干净。好，踩上去。唉，好白痴。
跳上去啦，木嘴，再嚟，再铲，袋啊袋啊，好嚟啦，再食，食晒呢啲木嘴苹果，跟住，好呢度啪，哇，佢黐咗孖筋，好，啊！好黑人憎，唉，本身好地地冲过去就搞掂，个铲死晒啲木嘴，铲落去啊！哇，好白痴，一太快又系死，好黑人憎，一定要铲到啲海狮跳楼，好，哇，好白痴掌，咕噜咕噶，咕噜咕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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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契弟海狮。哇！你个贱种，好彩我即刻吸屎，唉，劲咩越嚟越难玩啊！有时冲得太快，最大问题系好白痴，行啦木嘴。最大问题系，哇！好白痴嗱，就系咁样。好，铲落去，极速 speed run， 再嚟啊！哇！好呢度可以听，哇！我都估到呢个贱种系咁贱。好，仲有一只，叮叮叮叮叮叮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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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吔屎啊！好转，好呢度啊，好白痴，好低能啊，完全唔知点啊！好咁样跑跑系可以踎低。好睇着，吔屎啊！铲落去 ，go！ 呢度仲有啲苹果食埋先，因为我而家已经冇咩隻数。好，咕噜咕噜噶，但系问题我要呢个咕噜咕噜噶冇咩用喺呢个情况下，晕啊！好，喂，快少少啦！好，咦，哈！食啊！袋啊！袋啊！不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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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嚟啦，跟住又嚟了啊！哎呀！我咋？一定要线落去，我系啊！瓜哥，瓜哥，咦？啊！哇！哇，好惊啊！啊，点解跌落去呢度位咁线？点玩啊，大佬杀唔到掣。好，铲落去啦，木嘴。唉，呢个弱智蜥蜴，唉，好白痴。好，嚟啊！阿伯都唔知点做啊，又左线又右线。哇！似马筋，停过喺度先，个节奏已经完全乱晒。好嚟啊！铲落去，咣！吔屎啊！呢度要停低。哇！好白痴，呢度低能。最后两只咯，大佬。喂喂，有时一开头玩呢个玩得最好。咣！低 B 啊，冇得停啊！呢下你一见到已经飞到落街，你就要即刻狂铲，咕乜啦？咕咕咕，咕咩咕噜噶？左流左势喺唔应该嘅时候咕，嘿哈，滚啊！好，过去啊，食苹果啊，好，好。OK， 又嚟，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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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食完啦，嘿，哈，呼，嘿，哈，呼，嘿，呼，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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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啊，唔好做出弱智行为，唉。铲落去，好，
铲落去啦！哇，铲啦、啊，弱智仔，撞死晒呢啲怪啊怪啊！好病病病病，呢度弱智啊！哇，停，好 ，OK， go， 哇，转死个木嘴啊！逛啊逛啊，二连铲，抵啊！死仔企我想害我，我得，好，拜过关未？哇，食咁低能仔，点会食得咁少？跟住咧又要再过去啊！即系攞咗粒红钻石，要继续过啊嘛？系咪啱啊？吓？而家咪向前啊，向左定向右啊？左定右？左边问好，有人话右，有啲人话左，你肯定？点解会行左啊？向左走，滚啊！喂喂喂！逛，好逛啊！好嚟啦！哇，呢、這个嘢阴实，好彩我有蜘蛛感应，蜘蛛感应抵啊！一嘢啱啱估到，嚟一转咧，唔转！哇，你个阴实企我，哇呢、這个系咪会揼落嚟？我就打到啲企我灭族绝种嘅幼稚，因为又向右，之前嗰啲关你嘅。即系究竟系向左定向右啊，大佬啊！呢度已经冇路行，跌落去系会死。向右定向左啊，大佬！骑马人，蜘蛛咁样抵啊！嘟嘟嘟嘟嘟嘟，坐落去啊，契弟，落去坐。逛啊！哦，哇，低 B 点解 high 到啊？咪弱个脑装个屎啊！好、哦，喂，呢关又系以前食过咯。哇，仲弱智系呢度，最弱智系我跳前，跟住佢会向后褪 MJ 啊！呢度系咪食埋啊？如果要完美，喂，你系咪弱智啊？究竟是向左定向食嘅？吓、啊，唔使玩可以，逛，袋啊袋啊！因为我之前已经食晒啲伤，所以可以唔使玩系嘛？过咗关就搞掂啦。好，完美食晒，好又嚟啦，系咪有咩隐藏？低 B 仔好憎呢啲咩隐藏，引你死人头，睇明明铲咗落去又照扣我，佢真系弱智。好，睇住嗰只臭嘢转啦，转完未啊？契弟，一嘢铲落去啦，咁即系转转，有啲傻仔系咪上啊？啊，光啊，东东，嗰两个伤系点？嗰两个隐形箱系点样屙出嚟？有冇人知道？好，啲傻仔射落去，好转落去啦，个木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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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攞咗粒血红宝石，好，好嚟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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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攞了，逛，跟住咧咩弹上顶有噶，咩啊咩上面失咗亿，咩又漏咗？啱啱唔系已经攞咗？咦，上次唔系已经攞过一次咩？好，好攞个红色，噔噔 ，go go。巴拉巴，即系如果我要食埋个白色箱，我要又再又要玩多次，食屎
仔咗边度咩楼上啊？吓、啊，佢隐藏关唔会匿齐，下低嗰啲匿唔到。咁烦你啦，佢都即刻垂头丧气。动漫边潮运差唔多咯。迟嘛，近最后嗰关系几难玩，嗰、那个玩咗个嗰、那个乜鬼嘢雪地嗰度咯，啱啱咪都要用下脑，都搞呢搞路。今日咧就系、是、一位啊，叫 D O 嘅兄弟写嘅，佢就话啦呢一篇咧就叫渐冻人潮文。各位有冇喺生活上忽视咗好多有需要帮助嘅人呢？我系一位睇落咧普普好通通咧好瘦嘅年轻人，啱啱22岁，但事实上我咁咧系因为我系一位渐冻人，相信大家都知咩系渐冻人噶啦，我唔详细多讲。我喜欢戴帽，第一咧因为我个头咧好乱，唔想 gel； 第二咧我唔想喺街上行行下咧扑低咧有人认得我。我平时行路咧其实每步都可以话战战兢兢，好怕脚软跌倒离身。我是不会攞拐杖，因为我都是年轻人。8月6日星期日行出完街回家了，但是呢搭回家那架巴士呢途中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我上到巴士上层呢，见到有空位呢想着行过去，突然巴士急刹，我差少少可以捉实个扶手，真的差少少。同大哥的雨流汗一样差少少，只是差半只手掌位我就可以捉到个扶手。在那一刻时间空间呢同样变得好慢，我尝试捉多次，但都是失败。但系咧，我成个人咧就向后飞咗大约1米，再跌倒。咁啊，好彩咧就双手冇事，因为咧我系弹吉他嘅，所以第一件事咧就系留意一下只手先。但不幸咧，我撞到我8月15日好鬼痛。忽然间咧有阿叔咧扶起我，那个阿叔咧个样有啲似人中之龙入边嘅唐岛祖若头辅助狗赖大作。他就跟我说了，有什么事啊，我即刻下去跟司机说，不知道要去医院知不知道。在那一刻，我觉得这位阿叔酷全机唯一好人，最后落车。阿叔都扶着我落楼梯送我落车。落车之前我跟他说一声，多谢你的关心你的帮助。回家还是觉得很痛，可能要去医院检查。最后想跟各位兄弟说，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无论你几咁唔中意自己嘅生活啦，但系咧，你哋而家咧所拥有嘅都比其他人过得幸福快乐。记住见到有需要嘅人咧，就要主动帮手，唔好喺隔篱咧食花生。咁咧，我谂咧我自己都好幸福快乐嘅。就阿 D.O 兄弟所写，就系、是、大家知道渐冻人系咩啦？渐冻啊，之前就系有嗰个淋冰桶，就系讲话渐冻人有时个身体咧就好似你突然间俾冰水淋落去嗰种感觉。就是咁样咯，就是一个现时嚟讲就好似系未有一个方法可以根治到嘅，咁希望佢即系迟啲啊有呢啲治愈嘅方法啦，啊，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咯，明天再见，继续玩古惑狼系咁先啊，